戴个耳机，戴个眼镜，这个是我之前装修没招的，但是我实在没有眼镜盒了，只能拿这个装。我等我赚钱了，我就去配一副新的。今日份练腿，我的天，这步好长。现在到菜市场了，现在超市场超级多人，我应该早点来的，现在好多人哟。开始这个，加点辣椒粉，太多了，有点辣。这辣椒粉超级辣，然后撒一点点酱油，它就这样奶奶糕，香辣的把那个水流干。现在就是烤好，现在饭已经在煮上啦。慢慢的完。